先带你回家改善一下伙食。老板，这次不能空手回来了吧？那你回回都这样，我可没脸啊！你这事儿怎么那么多？你真是。到了，不准乱说话，听见没？不是，哎呀，那油那脸，不是，这不是叔叔晒的吗？闭嘴！爸，我和小马特意回来看你呢。你看，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咸鱼。怎么这么舒适呢？这咸鱼不都一个样吗？是吧，小马？是，你们俩这期回来还有点拼的。这不是太想你了吗？真的是。对。你们真会赶，这不正好赶上饭点了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我最爱吃巴乐的饭了，走。吃饱了。爸，我们先走了。叔，我们先走了哈。回来嘞。啊。把东西给我放下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又藏什么了？我想着爸，你血糖高，不能喝蜂蜜吗？我拿回家给小马喝。还有积水呢？没有啊。你看看，掉出来了都。我爸，主要是小马家那个牙刷就剩一根毛了，你就先给他用呗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吧？你继续拿来。就拿。哎，这主要是。这个茶叶吧，这茶饼都放在好多年了，比我年龄都大。我寻思这不拿回家给小马做茶叶蛋嘛，是吧？不是，你说什么？这个是陈年好茶，喝一下。不是你这个。叔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喝。来，你继续往外拿来。我这花生米呀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把这个……咱俩回家买菜不得花钱吗？这不是省钱过日子吗？你别说了，你叔叔都生气了。叔叔，你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你去给我找个袋儿来，给我都转开来。跟谁学的？偷偷摸摸的。那你在哪？你告诉我一声。哎，你也在这儿呢。